玩具怪博士已经率先抢到了闪耀版的第六弹。哈哈哈哈，闪耀版第六弹终于被我抢到了，想要吗？那就来打败我吧，只要你战胜我的相扑军团，他就是你的。相扑军团有这么厉害吗？我倒想挑战一下。挑战我可以，20元一次，赢了就给你一盒。来，给你，快告诉我这个是怎么玩的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双方各选择一名相扑选手放入擂台进行对战，守住擂台者获胜，反之掉下者则失败。来，首先选择你的相扑选手。哇，原来有这么多的相扑选手，哪个厉害呢？这个国王看起来挺厉害的，我就选他了。那我就派出大虫怪。国王你可不能给我输哦，加油国王，加油国王，加油。啊，输得这么快，我不服，我要再挑战一次，还是你国王。打，再一再二，不能有再三再四吧，继续打他。不行，这次我要换一个忍者。你哇，终于赢了，快给我闪耀版的第六弹。嗯，等等，不是给我一盒吗？怎么只有一个？我说的是一盒，又不是这一大盒。造孽呀！哎，一盒就一盒吧，即使是一盒，我也可以把它的隐藏款给拆出来。就你了，加古拉是加古拉，出来吧。挑战了4次，只有最后一次才成功，一共花了我80块钱，拆到一个高斯奥特曼，你们说值不值啊？